有别于一般的华文独立中学，八珠华人中学除了设立普通初中三年课程，也在2006年开创了经典教育课程。经典教育包含一年的基础课程以及三年的初中课程，特别为学术能力较弱的学生设计符合程度的课程内容与教导方式，来帮助他们适应中学生活。华文水准啊下降，就那些古文都看不懂。然后后来是这个陈校长，他来到这边嘛，然后他就看到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小学的时候是没有人理会啊，就放牛啊，放牛班这样啊。所以他想，哎，是不是开一个比较不同的，那个课程给他们去上？所以我们在2006年就开始就去设立这样的一个一个课程。我们真的是拿经典来给他们读，像《论语》啊，《李唐诗》啊，对，那个教材本身虽然是有难度，不过我们的教法是属于儿童的，比如说读诵，所以变成这几年孩子是，反而因为这样读啊，对华文有兴趣。我们其实是四年啊，用四年的经典教育，初中啊，给他们读上经典。所以我想，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孩子接触，大量的接触读经典。然后又从中可以那个德育方面啊，又可以很好的去修养自己。这孩子以后啊，这样读了这几年，可能他以后没有机会接触这些所谓的中华文化东西，就是他以后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他就有这个文化的这个素养，他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带到他的行业去。这是我觉得最理想哦，也是最美好的一个想法。大家好，我是经典的。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可以更轻松，有更加紧张，很好玩。只要我们反正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啊。那其实教材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老师。所以我们经典班，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氛围啊，就是我们教这些孩子，我们要有耐心。然后要包容性很大，然后要接受他的学术水平，因为他的确是很多是成绩真的不太好，但是他们的品行哦也都是还 OK 的。所以我们今天学校有一个概念啊，凡是只要位置够，我们不能够拒绝任何人，不是以成绩来分，所以你来我们就收，那收了他没有达到我们这个中学的程度哦，我们就把他编入经典班。比如这几年我们来把它带上去，所以你要问我的什么特色，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师生的关系很亲密，因为我们一带带四年，尽量就是一个班主任哦把它带上去，从第一年来带到初一、初二、初三，所以我们对孩子的熟悉度就很能够掌握得很好，然后你就不用每年换一个班主任啊，去弄他那些行为啊，就不用。那程度上呢？看到有好一些是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老师这边给了很多的爱。我们的这一班同学其实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那当然其中有一些孩子就更加特殊的是，今年是特别啦，往年都比较没有这样。今年很特别就是我们这一班里面有一个自闭儿，然后他这个自闭儿孩子呢，他本身是完全是很难跟同学沟通，那边是同学上课的时候都是主动式的去跟他讲话。那他会很鹦鹉式的这样说话，那在上课期间他是真的是不太能够集体整个那种传统班的这样子老师来上课这样子。其中还有一个孩子，他应该是有障碍咯，以家长来讲这个孩子也是有点障碍，他就是可能在用钱方面买东西啊，时常买东西的时候他完全不懂得什么叫找钱，然后可是他是可以沟通的，上课也能够做，但他真的是有障碍咯，他完全是没有办法那种钱财完全没有。那还有一个孩子是，整个是情绪障碍的，那种就是属于我要发脾气就是发脾气，所以真的是很混杂、很不同背景的。可是我都觉得很开心，就是这孩子学习方面、功课方面真的是没有这么的好，可是他们在帮忙同学方面哦，这真的做得很好，真的是很有爱，真的是很贴心哦，有时对老师更贴心，这个真的是很感动。除
通过这次的课时布置的话，我们都没有说完全排除这些孩子，我们都尽量把他拉进来工作。只是这个班级真的很活跃，那老师那边是要很抓，这里抓了，等一下这里来到这边，所以我有点看声音喊到都没有声音了。但是基本上他们真的是能够工作，好，那呈现出来的作品是好是坏，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整个过程真的是很重要。看到他们真的有爱的帮忙。很合作的这样子。其实我是认为说，课时布置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可以团体嘛，一般人每个人分工合作嘛，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边有老师帮忙看，如果我们做错，在老师鼓励下，他们慢慢的改，其实是很好。要谢谢经典班老师他们，因为他们好像很有耐心，很有爱心，还有好像说教他们呐、还要给他们很多机会。其实我跟你讲的那只比尔，其实就是我的儿子。然后呢，这个孩子其实之前他是在特殊班，然后来到中学，可是他中学的话，唯一国中才有特教，可是国中都是到用马来文，都是马来老师。那这个自闭儿他本身不能，毕竟就是一个障碍沟通的，你还要用马来来沟通，完全是不能走的这条路。后来我没办法，这个最后我来找校长，就说他其实不中，看看能不能办进特教班，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发现到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的。然后校长当时说，因为师资问题是没有这样容易能够成立一个特殊班，就说那不然你试试看到这边办来。那因为我原本其实之前就因为我就在这里服务了17年18年，发现到我的孩子自闭的时候呢，我就离职了。然后校长说，要不然你给他进来这里，那你本身也进来，又能够帮忙到这个孩子，又同时又能够为学校做事，因为学校有企业班老师。那我想想，哎，那也好，那我就试试看了。我为什么最后还是打消念头说给他到特殊班去？给他为什么要回来普通班？因为我发现他在普通班级里面哦，其他同学都没问题，只有他一个是有问题的。那变成是说，以正常的孩子来帮忙这个孩子，变成他能够从是不是比较能够有机会走向正常与正规的那种情形？那我现在还是要谢谢经典班的主任林宝玉老师，他谈到说，因为这个孩子这样，我们是不是要跟我们几个科任老师谈起说，我们是不是找一个星期里面某一个老师他有空堂的时候，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办公室去？都知道我们这个老师的功课真的是很繁重。可是我们的老师，好几个老师哦，都很愿意说，你这个星期里面哪一节课把他叫出来，个别辅导他、教导他，传统班，你这样来讲，他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跟，很难跟上来的。他是真的是比较适合那种一对一的那种教学，可是一对一的教学就会出现那种哦，没有朋友来帮你呢，他就永远不懂得说，现在是上课，我一定要跟着，我一定要什么，他学不到这种模式。所以最后我还是觉得传统班给他练习一下模式，沟通的角度来看哦，这一环是进步了。你用学习来讲，我是觉得还远哦，他的路没有这样容易。然后呢，以校长的理念就是说，这个孩子我们要他的不是他的成绩，我们要他的是他的交往是不是有进步，他的沟通是不是有进步。很感恩的嘛，因为校长接受能够接受不同的状况来讲，就好像那几个常常会有状况出现，便是可能。老师真的要包容性要很大，那我们今天教经典班的老师哦，大概可以讲每个人的胸襟都比较大，都可能跟那个可以容纳这样的孩子。所以我在跟班上同学讲哦，我们班的主题上面写得很清楚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的要有气量，要有容忍，这样就会显得自己做得很伟大，能够做更大更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要感谢校长能够接纳这样的孩子，应收这样的孩子做他们的学生。后段班来的孩子哦，小学这样上来，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啊，家里没有办法来照顾他，所以行为上就出现偏差了。去把他矫正过来不简单，因为他已经到了中学了啊，他其实有他的难度，所以刚开始也只是很累。不过这些年走来，我是觉得值得啦。其实这些孩子对老师的感情是比较深刻。因为他觉得他是你教会他的，他不像一般人讲，我成绩好是我自己读的，跟你老师没有关系。对我来讲，可能付出的是身体了，健康要付出。所以我
我自己本身就是这几年来就是身体真的带得不好，但是精神上是很不好。真的有的是现在可能就二三年级的小学程度，因为小学好完全没有留级的嘛，他就这样一年一年两三六年级，然后真的很低的。假如说发现在班上有两三个这样很特殊的弱的话，那我们老师尽量在课后啊个别指导，然后有的就是跟家长那边协调啦，尽量再找人协助。从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看，一个中学啦，我是觉得他如果已经走到了一定的有一定的稳定度的话，他其实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你说这些差生，因为现在很多学生还是停留在我只收精英的，对吧？哎，好的我说，不好你去别学校，我就不理你。好，那么谁来理这些呢？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华中其实相对稳定的，我觉得啦，在南华这一区啊，我们也搞集资科了，啊，集资教育啊，像我们的美术、服装科，那些差生以前我们是没有很正式的去做，开一个班啊，然后二三十个人来读辅导班。你读得上哦，读不上你继续留咯，留两年可能你就自动出去了。以前很多学校都倾向于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几年来就是有想到说，其实应该可以多做一点，所以我们才这个经典班的成立，其实它有背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说我们应该照顾到其他那些差生，因为我们都鼓励华人来读华读中嘛，但是你又说差生怎么办？你难道差生都应该去高中吗？不是这样讲吗？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义是这个，尽管带经典班的老师会很辛苦，而且你可能有些人可能我没有成就感，因为我怎么带学生的成绩总是这样，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看，哎，如果你把这一批原本要被学校边缘的孩子，然后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把他拉上了大概80%上来，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我是觉得啦，天生我才没有用，然后有时功课并不能代表一个学生的能力是有能力的，就不可回避他没有另外一方面的才能。平时上课就会拿粘土在捏捏捏，然后就会捏出一个狮子头，很厉害，而且很像。然后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活动，然后他想说，刚好我们初三有塑像组，然后他要参与，他要当组长，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跟捏粘土不一样的哦，这是真的一个大大的东西哦，然后是用石灰啊什么之类来弄，然后接受这个挑战。我是觉得。从中就发现他的这个那个他的才华，对，他的才华。然后我问过他，他说他小时候没有做这些的，只是就从这件事件当中去发掘了他的才华。跟他们学得很多，这个老师其实也可以跟学生们去学的。然后我觉得这班很棒，对我来讲啦，因为他们所谓的经典班就是比较落后，比较不会读书。可是我却看到他们的办事能力很强。因为我之前也有教一些比较前锋班的啦，反而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凝聚力那么强，然后会他们才24个人哦，前锋24个人，其他班都是40多人，可是他们的进度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一样，然后比他们还快完成，这是我觉得对他们比较好。我廖科班，我做犀牛星啊，工大出的，他们做出来会比较抢眼。犀牛要绝种好了，他们要想办法啊！很多人要犀牛的脚就一直杀犀牛，他的眼睛那些啊，他的细节要掌握很好，那我就不想，还有他的这个脚要一层层做上来，一天你也没有办法做出来，没有想过。就昨天有做小粘土嘛，然后就有这个科室副师老师叫我做塑像图章，我就做这样子。看到他们做啊，他们做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当你看到说，你看你去课室啊，你看一些老师啊，他就会很自然的就啊，你那个自然就在那边啊。那么那个时候你那个关系啊，他就很自然了嘛。因为那个时候同学跟老师啊，你哪里还想起你是老师，我是同学就没有了，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啊，他的那个关系啊，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了。我觉得这个啊，才是一个。
让一个孩子啊感觉到快乐，对吗？他觉得 OK， 这个是我的家，这个里边呢肯定就是有一些东西是让他的心留住的，你说是吗？然后这个情跟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就拼命去栽培，哇，很多个九个 A， 他拜拜 ，OK， 他回头啊，真的走的时候不带走一片云。我觉得你这个教育，你成功在什么地方？你教育了谁，对吗？那些成绩本来很好的，他教得很好，教得不那么好，他也不会是 F 的。但是你要救的是什么？要救的是很多这些弱势的学生，对吗？这些孩子，你想看我们社会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就是很多这些孩子啊，上课上到初一初二，踢出来。在还没有啊认知能力还没有的时候，去这样子的那个 ，OK， 你说社会会不会不乱呢？所以我自己本身我是做很多这种啊，专门帮忙那些啊比较就是不爱读书了，顽皮啊这些孩子啊，你看我们经典班那些孩子啊，真的是很顽皮的。可是他顽皮，但是他很纯真哦，你知道吗？他是顽皮而已啊，而且他不会读书，啊，他不会有，可是有一些他是有障碍的，那有障碍他读不好书，是他的错吗？不是他的错吗？那他读不好书，不等于说他不能够做好事，不等于说他不能够做好人，对吗？那教育哪里是只是看成绩？我觉得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看那个成绩 ，OK， 就这样子。那么其他方面呢？道德不重要吗？啊，做事的能力不重要吗？跟人家能够开开心心，啊，一起合作不重要吗？那我不大会读书，我拿40-50分，但是我很会做人呢，我很孝顺呢，我很有义气啊，那些。不好过，我说我不要去看你的过去，我只要看你的现在和你的将来。而你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了嘛，我既然要给你机会，我就绝对不去管你以前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在想10多岁的孩子，我们再不帮他了，我们不去救他要怎么办？真的。所以我那些经典班的一些孩子啊，要跌跌撞撞啊，但是他会成长啊，我总是相信他会成长。你看看他走了出去，然后他会成长，他会明白。班主任，黄淑霞老师啊，他就鼓励我们很多，然后有帮到我很多忙。以后啊，想做设计师啊，那我们不要离题哦，创作出来了。